杨帆、陈志刚。丢一号台裁判员杜怀玉，记录裁判员郝鑫、李子佳，运动员王鹏、王大生。下面比赛开始。你好，王鹏。你好，王大生。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王鹏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观看正在秦皇岛奥体中心篮球馆进行的中国秦皇岛银行乔氏杯第六届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中国区决赛官方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阿苏苏新元。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清勇。张指导下午好。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准备上场击球的王鹏迎战王大双。第一局王鹏开球。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当值主裁杜怀玉。本场比赛也是本次中国区决赛第三阶段最后一轮次比赛，获胜的一方将晋级到全球总决赛，输球的一方将告别本次比赛。一上来第一盘球王鹏炸球，有球进袋。是的，而且咱们这个王鹏啊，也是在那往年的总决赛里边有一个非常牛的青台记录。是的，十炸三接、嗯、基本上属于零失误了啊，进球机器。五四三，王鹏这位球员也是中式八球的著名球员了，也获得过乔氏的分站赛的冠军，各种全国冠军的头衔也是在往年啊拿到手软，绝对是中式八球的巨星之一。打球聪明，开球好，球商极高。王鹏这位球员还是技术风格非常全面的，嗯，他并没有说偏于哪一项，那防守进攻啊选择的比较合理。而且熟悉王鹏的球迷朋友们都知道啊，什么时候王鹏这个状态最好啊，就他这个面颊啊起了一些绯红。嗯，对，就说明他已经完全投入到比赛当中了。我们习惯称之为战斗模式啊。那这个时候的王鹏是完全进入状态了。看这杆啊，下第一杆，有一些旋转过来，角度看来是应该正合适啊。那白球从五八中间衔接一号，有没有选择啊？
直接打五了。来看看黄衣的角度，可不可以从屏幕右边走啊？比如弹库边，左塞上来叫中弹啊。还是可以过，刚好不需要太高，左塞够强。对，很明显的侧旋啊。对。登杆下来，衔接八号。一上来手感非常好，开球青台，王鹏胜一比零，一分一比零，开球青台，谢谢。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查询其他场次比分以及相关的赛事信息。截止到目前，晋级到本次全球总决赛的中国选手，他们分别是张坤鹏、龚海峰、石汉卿、夏红岩、孟凡宇、奚宏宇、刘闯、安宏宇、余光宇、赵云彪、郑宇博、吕鑫，当然还有之前直接进入总决赛的吴镇宇。那剩下的名额将在本轮比赛产生。这边王大双也是开球有球进带，打进九号，把球从上方啊绕两库下来。王大双也是优秀的中式八球的年轻球手，打球稳健，最主要的是有大心脏，经常能够呈现出逆转啊，对，比赛作风非常顽强。之前也是打入过我们第二届吧，就是总决赛，大赛经验丰富，节奏也是很快啊。对，这些球员的球风是相当硬朗的。左下方十四啊，低杆往回稍稍拉一点点，底带再推，弹一库起来，右边有中带，那黑八左边中带也有线。看来角度还是有点大，直接左上方掉底带了，也是零失误。第二局一个炸青，双胜一比一，比分一比一，开球青台，谢谢。
第三局王鹏开球，继续再来看啊，王鹏的冲球是不是依旧稳定，中段还是有球进，白球位置呢下方带口啊，右下方的花球可以选择进攻。现在看裁判啊，将白球纸取掉啊，左边单侧球有没有机会选择，肯定还是花球啊，侧身没问题，可以勾得到。轻轻顶一下，这个安排的位置可是不好，打右边中带的话出杆位置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单侧球。球，这杆推得相当稳啊。左边中带继续打下低杆上去再弹下来，感觉这球是叫着细位来的啊，白球，哎呦真悬啊，继续推两库上来，还是叫同一个中带挂到红三了，还能接受，擦白球，十秒，延时。来看这杆准度，打包了。请带一下二号，左边六号球还是有机会进攻，还是有一个边库球啊，这个半贴库的黄衣，
太轻了。没有带到。实在不行就单叫。嗯，这杆球留个球，一号球角度。这样推进一号，弹自然弹起衔接七。看准度怎么样？力很顺啊。嗯。准度相当好啊。中外地带。推一户上去，那就是底带。打得很放松啊，这杆就要加了旋转。王大双依旧零失误的发挥，第三局二比一，王大双暂时领先，一分二比一，谢谢。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第四局，王大双开球。中带，静电，对啊，没打动过这球，那声音一下听出来了，对，而且白球效果也是很明显，一个小盾，打到目标球之后，有个微微的跳动，对，只不过因为速度很快，没有看到，本意应该是推到一个15号球的反角度，那过去之后一过去 K 这个球，没错，是要有想法的这个球。嗯，那这样这个9号球就失去了一个最好调整的机会。看这个架势都有可能打14了啊。嗯，以王鹏这个架势你看到没有，虽然说不舒服但是也没招，对，为了走位，为了衔接9，为了这个全局啊。嗯，好球，但是会不会10号球变成左上方了啊。打9，看这个球是不是要做一杆防守啊？白球往上走，9号弹左上方的底库附近。
也是在看白车怎么放啊。他量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就是打六了。从屏幕右边边库再往下放，放到红三下边。十秒。延时。十秒，五、四、三、二，啊，直接贴了一杆。这个方向解上方十三啊，难度还不算大，主要就是手架的位置啊，这球杆跟手架，不要碰对方球。K 八还是没有完全贴住白球，一库解左上方十三号。这个右边着扣点的位置啊，基本上在开球线附近。解禁，好球！直接是属于这杆防守被突破了啊！这不但是解防守，是防守被突破了。而且黑八看，对，八号的左上方底带。对，黑八这边也是有下。感觉中带都有啊，有，嗯。首先先来看这杆交位啊，先把白球放下来，到屏幕中线以下，出旋转，还是有一点点的小。要顶二号吗？还是直接第一杆够用？不然就要推两到三库再上去，叫十一。敲杆尾了。顶的可能性大一点，还是走三库，那就还得走，因为你上来基本上就要过。打十一看看能不能用反塞留得住，留不住就还要从下边啊左塞高杆三库。小中带了，假低杆也就是白球能够控制得住啊，不需要走很远。四局，王鹏胜，比分2-2，谢谢。2-2，嗯。前四局啊，双方的手感都非常好，王鹏的击球成功率是90%，王大双是93%，两边双方的主动防守各一次，开球这边呢，王鹏是。两炸两进，100%的开球进球率，王大双是两炸一进，50%。炸清双方各一次，比分来到2-2。第五局，王鹏开球。看能不能延续啊，依旧好的开球手感。不好。开球时机。而且还是开球时机啊。嗯。本场个人第一次开球时机。王大双是选择继续击打，
继续击打。底杆过来顶一下，中带不好打。嗯，底带。一点点，来看王鹏选择啊，这个安球员如果有把握，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五二之间那过渡啊。但是王鹏，我估计他觉得还是因为这个白球距离啊和角度的问题。底带打进，那左边四号球是后面肯定是要过渡留二号的啊。刚才并没有选择打五直接叫，那左边的四号呢，基本上就是要留着啊，去叫下方的球。直的话就高杆推啊，两库上方和左边啊，看来是相当直啊。那再来看这杆球，继续往前推焦红三，那看来二号左下角也是有下，白球，哎呦，犯规！这个杆球可真是，首先我觉得打的就是太正了。自由球，主要是进球角度，然后再就是这个白球杆法。他本意肯定还是想吃下边的库边稍稍弹起来一点点，就是中带以下。这边也是奉献了本场个人第一次犯规。中带没问题啊，可以进攻。十二号角度，一点点向下可以高杆推两库，向上角度就中低杆。第五局，王大双胜，比分3-2，谢谢。
第六局，王大双开球。十秒，横移一点，角度向下，可以敲杆尾蹬下来，如果直的话就低杆。这一杆叫十一啊，稍显得有一些快，没太叫得太清晰。给后面的击打增加难度了。足够薄。两库叫到十三。但是跟十三号的角度太大了，白球跟十三号的这个距离也比较远，需要控力。十秒，延时，延时。这杆打进中袋，白球奔着六号球的方向啊来行进，叫十号球的左边中袋。看会不会这么选择。这杆就顶得非常准啊，好球，分离角判断的刚刚好。如果有角度，可以蹬库起来往上走。如果直的话，蹬杆，但需要发力。看角度啊。很准这一杆啊。蹬杆蹬的是非常的力量非常足，哇，好悬。六局王大双胜，比分4-2。王大双依旧保持非常。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第七局，王鹏开球。
双方的冲球，王鹏是四次冲球，三次有球进袋，包括一次失机。王大双这边是三次冲球，两次有球进袋，所以说从开球的数据来讲，双方打平。十三号点进。陈干球打进十五，力量不要太大。小力推自然可以衔接九跟十四。低杆减速，白球跟九号有一定角度。也是过来看一眼，是不是能够轻推十四啊？叫九右下角。嗯，那这个球如果你先打九的话，上面还是有个单独的十四号的。还是要打九。看看力量，肯定是过头啊。打十四，下低杆，啊，屏幕右边走。这应该也是来了一个国外球员啊。对，准备参加后天开始的海外的选手的选拔赛。刘洋，石家庄公开赛的世界冠军，在刚刚上一轮次的比赛当中也是惜败给了孟凡宇。没错。遗憾的。止步选拔赛，刚好啊，十二号可以打进之后叫到十一左下角底带，有角度能打十一，在弹库边啊，再上去叫十。在这场球在开始之前，大概三点半之前吧，嗯，我也是在咱们体育馆外边啊，碰到了四位。国外球员，嗯，里面有两位比较熟悉，一个是理查德·哈里德啊，另外一个就是杰森·塞隆，啊，南非的，对，两位球员，杰森·塞隆有点像，从外形来看有点像斯诺克的这个巨星啊，斯蒂芬·里，是的。基本上随着今年的四战分站赛，陆陆续续参加的外籍球员呢，也将登场在这个海外分站赛，那海外的选拔赛当中。没错，都是熟面孔，熟面孔，选出八位球员。王鹏这边也抓住机会。第七局，王鹏胜，比分3-4，开球清台，谢谢。第八局，王大双开球。没有开球球进啊，现在双方的进球成功率是王大双93.7%，王鹏跟他持平。
一样。所以至少在算着本局第八局，双方至少目前来看十秒进攻火力不分秋色差不多，嗯，一分之差啊，有个别球员的一个小失误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啊，领先一分，嗯，两个人也是各奉献了两盘炸青。而在数据上王鹏也是在犯规上啊1-0领先王大双。控制力量，嗯，还是过头了。十秒，看这个红三啊，五，直接低杆过来反赛，很轻的力量。中带七，一定不要太大力，小心不要把九号球 K 到二号球附近，形成一个障碍。从这个方向上来看，这杆七号球如果想打的话还是有一定嫌疑的，并且是不太好去出白球，打二再过来叫七，左边中带推过来，从九号右侧过来。是大家刚才从这个俯视角度上能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个人瞄球习惯，嗯，那么有没有注意到他经常会瞄一些就是白球的下半部，下半中下部，对，这是个人习惯，并不是瞄到下边就打下面出高杆了啊，是瞄下打上。有的时候会，咱们常在九球当中啊，有一些选手会把这个叫做出杆变点，啊，瞄的时候是这个点，对，出杆的时候的打点不一样。嗯，那有一部分这个理论派啊，就说这种临时变点啊，或者叫出杆变点，能够这个增加旋转的。旋转值啊，出杆的突然性、爆发力啊，有点玄玄幻，对，啊，所以说咱们也是孤妄听之，孤妄信之啊，这都是个人习惯而已。个人习惯啊，你像太多球员了，目前我最少能说出三四个来，你夏红岩、李辉，嗯，啊，都是这样瞄的，大部分70%-80%球啊，全是瞄下，然后比如说打中杆了，往上一抬。打高杆往上一抬，就是个人习惯。因为从这个球理上来讲，你瞄球的中部或者下部，它的瞄点的这个方向啊，或者范围更广，有助于你瞄准。就好比说，很多初学者或者爱好者都是打低杆打得特别准，嗯，你打高杆啊，就往往会歪的很多，就在这儿。十秒，延时，薄了一点点，还可以接受。它最主要的是够轻，对，要这个十号这个位置。那这杆十号球要很轻的力量，嗯，先把上方的这个13号处理掉，而且角度合适还能用13，也许去呦，嗯，这杆力量中带还有吗？那倒是还能打。那这样看的话，左边九号球啊也是可以做一个衔接13的选择。
现在这个位置中代打也不好打了，又变成十四了，还要再拼。那看九号角度不算好啊，这个球一个是往回拉一点点啊，留一个从上往下的高杆吃库啊角度，因为这个角度很容易打进九号，白球离库边很近，对，不容易离库边远啊。看看力度怎么样，还是轻。这几杆始终在调整，反赛打进。从他这个肢体语言啊看得出来，打完之后生怕白球走太快，对，还有大的角度，恨不得自己去挡住白球再往前走的这个动能。调回来了，王大双也是抓住了王鹏的失误啊，5-3，5-3，暂时领先。第九局，王鹏开球。还是反复在考虑黑八这个位置啊。嗯。10秒。右边黄一，黑八后面啊，这个位置先把黄一打了，不 K。那黑八的话，后面可以去选择交位了，右下角底带，或者左边中带啊，这样两个带口。
干薄球。这个球啊完全是没有收力的、而且感觉他打的时候还薄了、他本意没想跑这么远的。直进攻底带了，打进白球往前稍稍蹬一点点，二号球右边中带扣了一，出现问题。减速起来，底带十五号刚好，从下往上，十四号呢有机会你可以打，不打完最后就调一个非常好的十四号位，但是十四号的上方，就二号是啊，二号啊还是有点碍事的，对，所以说一定要想清楚要不要提前解决，或者是二号这位置正好挡着最舒服的这个、最舒服的击打位置，没错。你要不要带？甚至一说，来了，刮一下，十号还能打，强制拆迁啊！对，觉得不好，趁球多，选择多，对，赶快提前处理，不要留到后边，留到后面特别容易出麻烦。这也是中式八球跟斯诺克的正好相反的地方。斯诺克是先拿分，最后处理最难的球。对。贴库啊或者怎么着的啊，这些先把外面露出来的全打掉。有延时没有了，刚刚好很延时，有延时，有延时，有延时，十秒延时，很认真啊，王大少。确实啊，这杆球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我跟你说，在现场应该十号球比这个还要薄，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去想打。白球再走，十二还有的打、这个球如果沉底的话啊，会更好一些。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啊，只能是去做一些防守，控制局面。长台的薄球十三。没打进，运气还可以啊，也是没有给王鹏留下特别好打的机会。六号有机会推两库，要不要拼一杆？拼的可能性大一些啊。
因为这球就算打二号球下方薄边弹回来的话，弹不好，王大双可以用十二号球藏到八号球的右边啊做防守。又漏了，边库球还是有很，哎呀，这个球还是有点直啊。只能往前推了，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擦白球向下推，叫十二，十二叫十四。再来，看这个架势，这十四啊，现在也够吗？啊，还是要先打十二。力量。够直往前推，还有角度。王大双依靠94%的进球成功率，现在是6-3领先王鹏。潘福一局。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明细清单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即时推送。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王大双开球。暂停之后，我们来到双方第十局的较量。在前九盘，王大双是6-3领先王鹏。在前九盘中，王鹏的进攻成功率是86%，王大双是94%。主动防守，王鹏两次，王大双两次。开球，王鹏是5次冲球，4次进球。王大双是5次冲球，3次进球。犯规是王鹏一次，王大双是没有。所以说，综合数据上啊，能看得出来。王大双在第一阶段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是的，所以说领先3分，起码在进攻火力上，嗯，领先了对手。是的，而且有一个关键因素咱们也不能去忽略，炸球这个环节，对，再加上就是一次犯规，没错，这一个犯规就是一个自由球，而且王鹏是有一次开球失机的啊，对，对，当我们把这个。本次呢也是直播的时候，我会在旁边啊拿小本把这个写正字，哈哈，对，统计数据。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数据，可以更理性的啊，从更客观的角度，方便观众朋友们观察比赛啊，比赛的走势，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来更多的体现。
底的打进，嗯，挂到十。十二号高杆推过来再走，稍稍有点轻，嗯，再往屏幕左边走一点会更好，叫十三号这个位置的话有一点偏大，不是特别好停白球，量了一下看这个样子有可能要用一些杆法了，就是说一个是低杆啊，顶红三，对，这个种顶横台必须要带一些力啊，嗯，把分离角打出来，不然的话是没有白球效果，没错，很多的这个爱好者都是有想法，但一打的时候这个力虚，他觉得可能是这样想啊，嗯，他觉得我走这么短的距离不需要发大力，对，所以说就很轻力量去打，但是白球出效果的时候有一些角度是需要你发一些力量，没错，要不然你打不出来那个低杆效果，对，最后变成了一个刹车球，嗯，往前推了，灯一扣起来黑八左下角在六七的大缝隙之间是够下的，嗯，注意力控制在这个白球力量上了，嗯，这个杆球就是啊，专注力分散啊，主要都是放在白球走向上面，没错，就是尽量我不能叫过啊，叫到缝隙中间，是的，王鹏的机会，也在考虑调整一个合适的位置，把对手的带口球破坏掉，这个杆球其实后面如果较为仔细啊，嗯，都不用管，就左边这带口不用动，对，右边这仨，右边这俩带口，中带底带足够用了，看王鹏最后怎么处理吧，嗯，局面已经给你了，看你白球到位率怎么样，是的，红三角度合适啊，这个杆球直接叫一五，这两颗从下往上，嗯，把最难打的右下方底带，如果有想法连 K 带走位哈 ，K 还是就是连 K 的这十一啊，那个有点太冒险了啊。对，因为你一旦 K 不好就停到下面了。是的，容易有点不合理。对，容易没有机会再进攻。嗯，而你稳稳当当的把这些球都打光，不就直接赢了？对。有机会可以轻轻顶一下黑八啊，不要太大力，小低杆轻轻打，这个，跟王大双的一样，就是在考虑 KK 八的问题，所以注意力呢多数都在白球 K 黑八 K 的薄厚的上面，嗯，撞击黑八的点位，随着王鹏第五个进攻失误，这边王大双是七比三领先王鹏。七比三，谢谢。
现在在其他场次，阿布拉江9-1领先樊国明，石伟达5-4朝鲁门，申重阳6-3景耀，李贺3-4吴浩，李贺文3-2李克，刘鑫2-6汪洋，陈双友3-4王文庆，温铁军2-6张磊，单宏宇10-1杨晓明，杨帆4-4陈志刚。以上比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查询。单宏宇的速度真是快啊，快打旋风，而且是最后一轮发出来了啊。张宇本人他不光是在总决赛啊，他分站赛里他也不慢，对，这就是他的节奏。中式八球的托尼德拉高，马耳他的这个飓风旋风非常快。德拉高这位球员还是可以的，他参加比赛也非常多，没错，斯诺克、莫斯科尼杯、九球等等，他都打。一个打斯诺克比火箭还快的球员，来自马耳他。而且他打九球美式球台，他就用他的那只小头的风不敢打，噼里啪啦的。一定要吃库啊，不要太小力量。二号直接就是放了一颗你是可以选，但是你打不光我容易有机会的球，对，陷阱。是一个红一红三，嗯，薄边破坏效果没有，不算好这个球。如果王大双能够把十号球顺利打进并下来呢，把十五号的位置稍带一下，或者是能够叫到下方球位也可以。十五号这位置右上角底带还是可以进攻，从下往上。十秒，延时。这直接啊，就是来控制了。对，反正比分我是领先。嗯，局面。局面我还不太好，你的球选择比较多，那我就给你制造困难，对对，青苔的道路上增加一些困难。帮五号没帮进。这杆球王鹏倒是有机会可以从下方啊先打四，把九二的位置推开，剩下的就是要考虑黑八和黄一了。
并没有顶出太好的机会。两库翻中有没有？差了一点点。十秒，没有延时了。五，犯规。自由球。自由球。也是贡献了本场啊，王大双的第一个。犯规。中带直接过去给一下一号球吗？对，是肯定的啊。摆好角度高杆，好球。白球起的弧线啊，还是很漂亮。再弹起来，啊，还是有向下角度，尽量叫红三，嗯，叫到红三向下，回过头来右边。二号球中带啊，八号左上方底带，就是黄一现在这个带口，有一点点力量大，看这个角度，可不可以低杆往回拉？再弹起来，哎呦，薄勾，王鹏怎么来选？这个球太薄了，如果想进的话，而且要很大力量，是特别容易把屏幕上方的球撞到的。就是容易力量不受控制，再顶一下，好球，运气不错，嗯，最起码可以攻了，对，又是那首歌的名字，爱吧唧爱吟啊。十一局王鹏胜，比分4-7，谢谢。
十二局，王大双开球。十一盘球过后，现在王大双7-4领先三分。嗯，比赛的时间啊，还剩下将近一半。先来看下方底带力量还可以，右边中带有黄衣啊。红三四号在向上进攻，这杆球也是厚的比较多。直接拼中带，这杆球需要准度啊，这杆球拼进了也是有戏啊，值得一拼。好准，再来这一颗球有可能把自信就打出来了。对，一直感觉有点闷，看能不能进入赛前张指导说的王鹏的战斗模式。对，好像被压着打一样，而且自己打也是老打不出来球，比如说半台球失误了，自己交的位，对吧？对，你失误了，你自己交的位，你怪不了任何人。不是说对手给你防了个大长台，啊，超级包球你打不进去。嗯，他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比赛时间已过半，这杆球还好，九号可以进攻啊，不然十号球其实是走过太多了。叫到开球线上刚好打实，然后九号推过来，还是要再调。杆法不用特别低，稍稍发点力。十号球调回来，继续看这个角度来叫中带这边十三，就用十五号来过渡黑八左边的袋口。球这个角度正合适，不喜欢轻推，就中高杆往屏幕左上方稍稍蹬一点点啊就可以了。看是小力度打还是大力度，
5-7。12局王鹏胜，比分5-7。谢谢。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波次杆，中式和中式八球。波次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茨干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13局王鹏开球。刚才画面一闪啊，应该是三位也是来自于非洲的一个朋友，三位球员。王鹏依旧稳定的冲球。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说一下今天的比赛，本时段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对，明天休赛一天，明天下午5点将进行外籍球员选拔赛的抽签仪式。没错，在后天1月4号下午2点将进行本次第6届中式八球全球总决赛的开幕式，在1月4号的下午3点将准时开打外籍球员的选拔赛。对，等于我们是官方直播，在1月4号的下午3点咱们再次会面了。1月3号是休赛一天。随着王鹏一直在上场击球，他的进攻的成功率也从82%上升到84%，而王大双这边依旧是87%，双方差了3个百分点。10秒。还是刮到了一点点薄边。角度看是不是要打黄衣从这边过来啊，去带一下，或者现在呢把上方三个球打掉，再找个机会去叫一个5-6。因为屏幕右下方底带的带考球是必须要找机会 K 的，红三也是没有机会单下，这杆黄衣要不要直接来，还是先叫一个角度再弹起来。那这杆6号球有机会带啊。推5过来打6要借力。这杆球借力
力量是不能太轻的。单宏宇那边的比赛应该是结束了啊。嗯。旋风小子啊，胖仙童是吧？对。单宏宇也是进入到了第六届总决赛的正赛当中。瞄了一个轻打库边，再碰对方花球的。话还没说完，没打进。想法其实挺好。这个球借确实是不能轻借。嗯。轻借完之后，对方球根本不会怎么走。单宏宇是13-1战胜了杨晓明啊，这个速度这是碾压式啊，估计咱们这边说话的时候已经提前结束了好几盘了，没错。对，必须得角度采集信号吗？比如说，那个打那个球，他也可以拍。说这个问题，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个单宏宇，一场 TV 台没有啊？对，有 TV 三。咱们 TV 一没有啊？对，我忽然 TV 二、TV 三都有。在场内看到过他打过一次啊 ，TV 三 ，TV 二也有过，就是没给我们解说这个射到单宏宇的机会啊。是，这球员这快打快打旋风这风格确实可以，而且关键他的球是特别好看的。嗯。十秒，五、四，十一号，左下角底带，红三挡住了吗？我要再带一下吧，中带油。嗯，你看这杆十一，这也是最难一颗，把十一打掉，剩下两颗应该问题不大。这次比赛
咱们中式八球的七五三杰之一的老将于光宇啊，对，也是打进了总决赛，确实为老将证明了啊。左上角打进八号，王鹏再扳一分，比分6-7。谢谢。在炸球，有进球。现在这个白球的位置，选球上还是有一些小难度。花球基本上是没什么特别好打的。单侧这边五号也是挡住了右下角的黄衣。今天两位球手截止目前的冲球的进球率啊，相当的高。王大双是71%的冲球进球率，王鹏是86%。这个安球有失误了，两个犯规了吧？两个了，对。自由球，而且是随便选啊。不算定颜色，在选球阶段犯规，这个太致命了啊！还好是下面有一个十四号跟黑八贴了，嗯，这14号但凡往左边走，稍微活一点点啊，基本上就会选花球了。王鹏那边是先摆了个七，也是在看啊，打完七之后，利用右边的啊某一颗球。四号球呢，也是想有机会向外踩一下，再走，角度合适啊，打三 K，K 好了，刚好左边有中带，下方有黄衣，杆法不要太低啊，中高杆，好球，力量控制刚刚好，中高杆的灯杆啊，直接上去。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 K 球的问题了啊，嗯，有刘乃科，从上往下其实打中带是最好 K 的，那现在你要不要把黄衣打了？就是你 K 完之后，你黄衣留在这儿，如果后面 K。把黄衣附近啊给捣乱了，你现在就可以把它打了，然后再从上面向下。直接来吗？再走，没有。
看看这个白球打完黄衣之后弹后向左边的角度，要防止直接一裤吊带，需不需要带一些杆法避开。不打了，主动防守。王鹏本场比赛目前是五次主动防守，王大双是六次。其实从各项数据来看，目前两个人真的是不相伯仲。虽然是轻轻带了一下自己的另外一颗花球，但九号呢也是贴扣了。再来看王鹏，一个长台的二号球右下角，准，相当准的一杆球，这杆球可是太难了，高杆推，白球在基本上快贴扣了，目标是在台的中央位置啊，一条中线上，这种长台推下，这杆打，推两库。白球一定要过中线，留下一个从上往下的角度，不要太轻，再走再走再走，好球，有机会啊，这种球 K 的线路就是比较多了，低杆直接 K 啊，低杆吃下边的边库向上 K 啊，高杆一库或者高杆两库，对啊，就选择线路还是比较多，用你最擅长的，把握最高的，直接来了。边库球，现在在其他场次，阿布拉江是率先拿到赛点，12-5领先樊国明，朝鲁门7-7石伟达，申重阳9-4景耀，李贺7-5吴浩，李贺文7-5李克，汪洋8-3刘鑫，陈双友8-4王文庆，张磊7-3温铁军，陈志刚杨帆6-6
单宏宇13-1战胜了杨晓明。看一下跳球，左边下方底带跟长台，漂亮！这杆长台突击啊，跳出心气儿来了，看是不是战斗模式了？嗯，有点了，小宇宙燃烧了。这杆长台，你别说跳球了，就是你把那球拿开，正常往里打，都有难度。对。真是啊，自古华山一条路，登临有比上天难。没了啊，不还两句吗？应该我感觉意思意思得了。王梦这杆跳球确实是跳得相当精彩啊，而且是王大双啊，7-3还是7-4啊，领先之后，王鹏这边强势的开始追平比分。但是炸球现在也是有一点点小变化啊，出点球进带。选球左边啊，3号7号都是非常好选，主要是要考虑6号球下方的4号球交位。黄衣这边能够明显看得到右下角14是没有挡的，如果能够有机会可以叫一个非常舒服的4号球位，那基本黄衣问题也不大。你要不要直接先过来叫下面两颗，看力量中带4号。那这边画面能看得到缝隙中间刚好黄衣右下角是没问题的。薄，哎呦，这个杆球还好，力量够轻。是的，正好到了一个带口的进球的一个位置。嗯，看看这角度啊，向上如果比较大，可以利用低杆向上直接顶6号这个位置。低杆要下低一些，来了，看效果，再刮一下包边，稍稍有点近，而且效果不算好，6号还是没有 K 活。王鹏，你上来直接啊，站到下半台的位置啊，来看看怎么来去跟对方啊做防守或者是进攻。如果要做防守的话，把球要放到屏幕下方啊，11号附近。现在这个位置也是在考虑要不要攻。
叫个延时，直接打了，而且要带了一些想法，右塞高杆，争取把十三号球带出来。下方有一个库边球，还有个大角度的十四。先打中段，直接来这杆啊，那就是九号帮进六做防守了。屏幕右边下方放白球，但连攻带守，还是球台用上方，看白球能不能贴住。没贴住，那几杆防守也是获得了王鹏的赞赏啊。这种局面啊，基本就是平时我们经常说的中盘，对啊，控局。有机会了，红三刚好，
我现在还是过来看看啊，黑八。关键一杆黑八交位，两股 K 一下，好漂亮！那杆三库 K 球漂亮。这个球上一盘刚好王鹏给他来了一个跳球，对，那盘还了一个，好球好球。这边王大双精彩的 K 球，8-7。爱跑强势进化2.0版震撼登场。爱跑将 1.0 版本的硬件设备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使安装更加简便，外观更加轻巧，软件脱胎换骨，娱乐性更佳，全新界面 3D 互动，在线升级，精彩源源不断。桌球让台球更有乐趣，详情请致电400-6060-147，或搜索关注爱跑光影桌球微信公众平台，也可访问 en.i-pool.cn。 乔氏台球荣誉出品。王大双也是冲球不进，截止到目前王鹏已经成功打进70颗球次，王大双这边呢成功打进了65颗球次。
直接打进四，蹬过来，现在就过来啊，奔着球队的方向。二号调整个角度，来解开一根，解开三根四，角度啊稍稍有一些大。看效果，直接低杆横台，十五号有一定向上的角度。那这盘里边主要就是有机会要把十一号球的位置啊带一下，而且附近刚好有十二。这角度还是有点偏小。感觉双方如果这场比赛打完，或许在一个十比九这样的一个分数啊，就是一方赢两分，另外一方再赢两分，差不多四盘球打30分钟左右，很有可能。因为现在啊，每一盘每一分每一杆啊，对两个人都很关键，谁也不太敢轻易去冒险去拼，毕竟这一轮赢了就晋级，没错，输了就淘汰了。我们知道年终的总决赛冠军奖金100万，对，总奖金200万，你打进了正赛，你的出场费跟奖金就不是之前的比赛可想的啊，会很多很多。这个白球放的位置也是非常巧妙，主动防守可以看得出来，王大川是10次，王鹏有9次。
继续的中盘来控制啊，看谁先把这个优势建立住啊，不要给对方留什么拼的机会。算不上好，这个意图肯定是不会将自己的球靠到库边啊，给对方球留带口。大家可能觉得不太难，比如说下方二号球队位置找球借力，十三这边呢走西位，但是到这个时候真的是这两个人都不太敢去拼了、啊、就是比赛的压力、啊、这个时间段三十分钟一分的分差这太关键了。因为职业球员打比赛就是为了赢，我要规避所有的风险。嗯，没穿洞，但是翻到底带挡带口了。看王大双应该会找机会去 K 或者是传啊，现在直接九号能过的话就是会有机会传。王鹏的球也是越来越少啊，这个对他来说是相当被动的。啊，这么打就是往缝隙中间勾啊。也是个人第二次犯规，有接力。稍稍发点力量，把二号球接走。哎，哇，这个安球，这个绝对是个意外啊！没有接近，而且看看这个二号是不是能拼了。如果有机会拼的话，下一些左塞的杆法是可以有机会打进之后，从下方向上勾十三，停白球，叫到六，够打。低杆减速啊，左塞挂一些，吃库勾。还是打太厚了，这样王大双还是有机会。我相信这个局面王大双应该是不会放过了啊，因为这个局面不容失误啊。中低杆蹬一库过来，左手继续轻推弹起来，中带再向上。脚的这个位置单打不到，那传一传。啊，可以两库啊，打的尽量薄一点点，直接一库走，看位置。
在这一个非常焦灼的一盘当中，王大双是抓住机会，9-7领先王鹏。炸球有球进，这看白球的位置选球也是比较简单啊，两边中袋都是有球，左边15号，右边7号，来看看选，可以选择打15，然后从上往下的话再去叫10。这杆 K 球 K 的不错，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青苔的局面。下面再过来看一下12号啊，右边的中袋的一个什么情况？对方的单色球有没有阻挡？14号是没问题啊。这杆位置12号左边中袋啊，轻推是不太好交位的，看看要不要稍稍的把杆法往下放一点点，发一些力量。确实啊，这杆没到位，不管是9号还是12号。这也是前面我有说过啊，力量太轻，打不出这个白球出来的分离角，变成了一个往前轻轻跟的高杆效果了。画面这边呢，你能看得到，9号应该是够下的。有角度，如果强行的叫到黑八左上方，这杆球一定要发特别大的力量，中低杆，或者你直接就是往回拉，看这么大力量都已经走得很小了。打进8号，王鹏扳回一分。
8-9，暂时落后。比分8-9，开球青台，谢谢。18局，王大双开球。王大双炸球，没有球进袋，王鹏又来机会了，绝佳的扳平比分的好机会。紧推过来，相反方向的底带啊，就14号啊旁边那个4号球。蹬过来，叫到红三，关键一杆过渡。基本上打进叫到一个2号球的位置啊，只要角度不是特别大就可以了。小心身下，来看一下右边，没问题，再找。2678还是6728，左边还有一个黄一，翻袋吗？直接啊，强行清台啊，来破釜沉舟，看看效果，稍大了一点点，那你就回去了。确实啊，从画面上来看这个角度，这绝对是平时常翻袋，而且。进球的命中率比较高的，对，一个位置。这边王大双也是失误，王大双这边也是没有球进啊。嗯，这个比赛，两个人这都是手感都被磨得差不多了。对。看谁的意志力啊！现在两个人的击球成功率是王鹏是75%，嗯，王大双已经不到77%了，两个人相差只是1%啊，哎，很接近。王鹏这边还是啊，继续来翻，稍稍打薄一点点，多了，还是厚。
还是漏了，但这个位置漏到黄一啊，也是右下角单打是没有的。捣乱，给你的青苔增加一定的麻烦啊，增加一些障碍球。现在王大双打九，一定要向上，尽量把对方的黄一 K 走。关键一杆交位，直接一库走十四号还是走两库？一库看看力量还是轻，并且这杆啊，在击打的同时小心身下啊，不要碰球。底杆可以向屏幕右边走。按照这个态势的话，这一盘打完比赛时间应该还剩十三四分钟。看看能不能像我说的十比九结束，到底是谁十谁九？确实是这样的，这比分打到这个份上，只是一分之差。没有任何人会轻易放弃的。如果说你领先六七盘，可能剩十六分钟，也确实不太好追了。十六分钟，一分的分差，就每一杆球可能平时能够有60%的概率要拼的球，都不太会去拼了。中低杆左上方，好球。其实从两个人进球成功率都没有上80%来看啊，其实本场比赛两个人的火力都不算特别好，对，更多的时间都是用在缠斗以及布防控局啊调度对手的这个局面下。打进弹库边下来，看看位置，还行。低杆轻点，也留角度，推上去呢就自然向下，低杆点住呢就从上往下，看你更习惯于哪一条线，还是从上往下。角到二号球上方啊，可以把左下角底带高杆这边的话，那就右边底带了，太轻了，直接一库走位啊。没问题。王大双是10-8领先王鹏，官方暂停五分钟。暂停五分钟，五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来到双方的第19局较量，在前18局，王大双10-8领先王鹏。比赛时间行进到还剩14分钟。现在王鹏这个冲球没有冲出机会不说，而且留了一个特别好的局面给对方。王大双先来看选球。现在两个人的数据是王鹏进攻成功率在75%，王大双是78%。10秒，延时，还是有些犹豫。先打黄一，上去把七叫到位。七号球刚好有向上的角度。给打进之后，弹上方的库边再下来。4号刚刚好啊，并且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打完4之后有机会向下。并且有一定向右的角度。6号，再过来看一下3、5、2之间的一个角度。那这个黑八应该有可能两个中带都有，就是右边跟左边。稍薄了一点点，自己也是长出一口气。还剩10分钟。如果说王大双能够拿下这一分，11-8领先3分。时间还差不多，打完估计9分钟左右吧。王鹏这边确实是不太好追了，除非是有一些炸清楚这种快速炸清，而且是这两位球员今天的表现啊，就是说从进攻角度来看啊，节奏并不是特别快。是。刚好一点角度，
低杆轻轻一点。关键黑八，十九局王大双胜，比分11-8，11-8了，双方的分差来到3分。炸球有球进，白球左上方差一点点吊带啊，这个安球运气还真是好。在其他场次，申重阳是13-6战胜了景耀，那么申重阳也是进入到了总决赛当中。阿布拉江上来从9-1领先方光明，到现在方光明11-12，马上要追平了，对，将比分迫近啊、哦！这个分数，那石伟达11-9领先朝鲁门，吴浩跟李贺暂时8-8，李贺文跟李克9-9，汪洋11-8，刘鑫、张磊12-6，温铁军、杨帆10-8，陈志刚。啊，陈双友也是晋级到了总决赛当中。陈双友应该是第一次，对。啊，山红鱼也是。陈双友从9球吧转到中式8球，短短2年的时间，在本次中国区决赛是连赢5场，获得了晋级正赛的入场券。陈双友是13-6战胜了王文庆。而本场比赛王大双是11-8暂时领先王鹏。看白球位置，稍稍有点够，而且身材球。角度有机会直接推过来弹库边起来吗？
刺激，一个是杆儿啊，一个是手，大概放的位置，从哪里过来？应该第一入库点是右边中袋上方啊，然后加一个比较强的右塞，向下一拧，去交黑八。啊，很直啊，这个球。嗯。失误了，网棚的机会。五分钟，五分钟赢三，赢三盘，快。这个时间确实是不太够了，看王鹏能不能有一个。上家的表现呢、啊？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这个比赛是轮流冲球的。嗯。这盘赢下来，下一盘是王鹏打，是王鹏冲。王鹏本次比赛不是本场比赛啊，冲球率、进球率还是很高的啊。中带一打，底带一打，黑八左边，点完跑过去，打进即可。11-9。第二十局，王鹏胜，比分9-11，谢谢。4分10秒。如果再来个炸青啊，在2分钟左右，那还差不多剩2分钟。球没有球进，如果说这杆没有球进，基本上时间就不太够了。对，其实到目前王鹏的进球成功率是73%，王大双依旧稳定，保持在78%。这盘球权没有交到王鹏手里边，比赛的悬念啊，应该是没有了。为自己争取了45秒的时间。截至目前，王大双上场击球115球次，打进90球次，主动防守14杆，失误11次。王鹏这边截止目前是130次上场击球，打进95球次，防守11杆，失误14杆。犯规，本场比赛双方都是2-2。失机，王鹏一次。1分47秒，
传一杆。没进。冲球，本场比赛王鹏的冲球进球率是72%，王大双是56%。王大双炸清两盘，王鹏炸清三盘。基本上这一杆进攻结束啊，比赛也应该就宣告结束了。距离本场比赛结束。可以提前恭喜王大双，经过7天的奋战，终于是打进了第6届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而王鹏将遗憾地告别本次比赛。一带底杆拉回来。这边阿布拉江13-11战胜了樊国明，也进入到了本次总决赛当中。王鹏也是认输了，恭喜王大双。那么还有其他场次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或者其他的比赛直播。今天晚上将决出代表中国参加第6届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的中国最强23人名单。朋友们，下次比赛直播是在1月4号下午3点整外籍球员选拔赛。我们再见，朋友们，感谢张指导一天精彩的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朋友们，我们1月4号3点再见。好的，我们1月4号3点再见。